所有的演员就进入了紧张的排练当中。就在我们采访后台休息演员的时候，偶遇从草根明星成为著名演员的李玉刚，这次他又将以一个什么样的装扮来参演2011年北京电视台环球春晚呢？第二次参加环球春晚，第一次我是化着妆的，所以呢，第一次是给大家是我的另一面，我今天会素，我会自己的这样的素颜啊，也不能叫素颜，本色出演，对，能够带着大家，能够一次青春之旅，快乐之旅。自从去年环球春晚首次举办赢得甚佳口碑之后，今年的环球春晚更是打出了美丽北京欢迎您的口号，以此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，让更多的观众一睹异国文化的风采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观众朋友们，不要忘记2月4号去关注北京电视台环球春晚。